加油，一定行。从情理上来说可以理解他吧，那我发现好像就是身上这样的压力越大的人就越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出自己，就像凤翅那样没有办法为了自己而活。那就逍遥自在地做你自己就好了，你还有大泽山，还有我，你只管做你自己，开开心心地做你自己。对，我家阿英说的对，我真的很喜欢大泽山的一切，我想跟大家永远待在一起，包括你，包括我。当然了，虽然呢你还不是师尊的正式弟子，但你的名字至少也在我们山门卷上呀。你知道的，我们水凝兽寿命短，不过我会努力活长一点，这样就可以跟大泽山的师兄们还有你待久一点。好了，放心吧，等我们解开这个主仆契呢，我就去天地历练，找到可以帮你延续性命之法。加油，一定行。是有点啊。